不是你笑啥呢？我笑，笑你不安。李姨只认怀孕了，要不然你爸不能这么着急张罗结婚。你别搁那瞎说。瞎说？你爸啥事做出来？你有完没？天不知道脑子里都想啥呢？将来你说，咱俩生孩子，他俩生孩子，这俩孩子能不能整混了我？那孩子还能整混了呀？那可不一定，万一他俩长得像呢？咱俩给那孩子双红绳，别整混了。这要有孩子，咱这孩子名都起好了，把好名咱们先抢了，别让他给抢去。叫啥呀？宋小宝。宋小宝？啊。你是不是虎啊？你犯小字儿，然后咱孩子也犯小字儿啊？那怕啥的？我这村小的小，咱孩子是大小的小。那也不行啊。你老弟名我都给想好了，叫啥呀？宋小贝。宋小贝？对呀，这俩还加在一块儿，宝贝吗？你一切能不能有点正形？整的没用那可能的了。宝贝，王啊，你过来一趟。啥事儿啊？不是，还啥事儿？刚才你请俺在桌上，我没好意思跟你说。就咱俩之前定那个事儿，要孩子这个事儿，啊，我跟你李姨呢是肯定得要着，啊，但是你和青莲得抢到我们俩头前儿。为啥呀？那你说我跟你李姨俩抢到你头前去了，有孩子了，那父老乡亲们不得说闲话吗？那得说，那小峰和青莲结婚了，到那没要孩子，这老丈人可是好，没有正形，整老伴还有孩子了，这多也小啊。那你俩就放放水。等我来一会儿呗，你非得往前抢啥呀？你看看我，你看我现在看啥玩意儿？你看，那驴吗？狮子？什么驴？这狮子，这么大狮子！我就为了看这个动画片儿，啊，我特意办的优酷会员。你看这个老狮子哈，生个小狮子，这小狮子长大呢，又生个小狮子，这个小狮子长大又生个小狮子。这个狮群就强大了，草原的霸主，谁敢惹呀？什么野牛，又那个猎狗了，又猎豹了，那见他都嗖嗖跑，知道不？这厉害呀，这是力量啊！所以说，咱这个家族呢，得壮大，啊，得强大起来。你人和他能一样吗？咋不一样呢？那不一样的地方多了。我别的不知道，狮子这我知道，因为我总看动物世界。这个公狮子是咋回事呢？公狮子是保佑整个狮群的安全。对呀，你有事儿的，是不是公狮子出去啪啪挨个掐？对，就都掐倒下，就干。对，但是他不捕猎，母狮子出去捕猎去，猎物叼过来让公狮子吃。但是还有一样，等他岁数大了以后呢，从外边来一个公狮子，他俩得决斗。哎，原来那公狮子体力不佳，就得被那个新来的公狮子给干死了。以后这个所有的狮群都为新来的公狮子统治了，人和动物它能一样吗？不是，你说啥呢？那赶紧话了，等你岁数大时候，从外边再来个男的，把你整死，我们都给他管呢。那你再不一样的玩意儿？你在说啥呢？这是我说实话，那一样，那人和动物它有区分的玩意儿。你比喻的太差劲，你有没有区分？我的意思，咱不就你得抢到我们头前得有孩子，你知道不？抢他能不抢吗？天天抢的，抢不过你。吃苹果？吃什么苹果？屋里抢吗？抢去！哎呀。